第一个种子动作来源于专门关注和研究脊椎运动的现代舞技术鼻祖之一霍顿技术。第一个重点是保持骨盆稳稳地坐于两腿之间，不要移重心到其中一条腿上，只有腰椎以上的部分侧弯。第二个重点是每一次侧弯之前都先找到向上拎的感觉，带着这个感觉去向斜上方延伸，避免头重脚轻的情况。